大家好，市长好，长官好，谢谢。我请教我们那个局长一下，我们这个广慈这个开发，我们容积什么时候改变的？容积什么时候改变？原来是225，现在变成350。对，事实上是从450，我们从是都委会要求从450降到350的。早期是我们是那个住山，住山是225没有？对，225。好，这样讲比较快了。我们广可以改成，那周边的等于说福德街西路，尤其我们捷运公司最恶劣了。我们保林市场为什么今天不能盖的原因，就是说容积没有改变。你要取得这个交通用地，你顺便把我们容积增加就 OK 了，就可以了。其实张先生不需要，你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吗？我们刚才有说到都更，现在是225，争取到现在案子正常，225没办法跟好，听我讲，一平换一平嘛。不是，今天我要讲的是225。绝对可以做到奖励的 1.5， 那就是 337.5。 这个事情其实不需要改变都市计划，对，就是 337.5 就选都更的条例换回来，有没有办法一平换一平？没有嘛，换回来是 0.6 而已嘛。张先生，我要说的是那个计算是有很多算法，而且我要公开的说，过去您谈的对象他数字的算法会跟台北市都更处算法不一样，所以我个人绝对想要跟你讲，你不要迷信一平换一平这五个字。对，就是没办法一平换一平。对对对，不是，你不要迷信，你真正要知道是得回来的品质。我会请我们都更处的同仁们到柜底去解说这个事情。走都更这个路线有很多种算法，你跟台北市政府谈得到的是一个最公正的算法，但是那个议题可能要讲三个小时。好，就今天不是来承诺一平换一平，就是因为那都跟陈教授怎么改变这个容积。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怀疑我们市政府就是变得太快了，我们市长变得太快了。中祥公园怎么变？你们设计好了才叫我们理事长来背书，后山皮也是一样，你们设计好了找我们理事长来背书。光是一样，你们已经设计好了，你们要设计之前为什么先来周边老住户新住户周边的百姓先沟通，先来谈看往哪个方向走，再来确定设计，就是这样子比较快，不要先吵到现在已经四吵还吵不完，还是要再改。当初你要设计之前的话，我们先沟通完再来设计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以不可以？浪费公很多，中祥公园浪费了，哦，或那个现在这个松山这个园区就给浪费掉了，改变要再改变了，哦，不能这样子改变了。当初我们信义快速道路，信义快速道路来出口马市场的时候，我画了40图给他改变的，我送了40图给他，本来不是这种设计方式。本来不是这种新的方式，你可以问当初新工处，我图给他了，他改了就改，改了40，第二改了40，他有听我的建议改了40，然后才拟定这个计划案。结果你们科室一来的话，改变了好几次，每个案子就是不经过沟通就开始去设计了，而且我告诉科室一下，而你是在设计费用已经给人家了。设计好了给人家了，现在就取消了，是浪费好几亿。好，谢谢张局长，谢谢。下一位，陈德章陈先生，陈德章。谢谢，局长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荣宇，我今天要提两件事情，是跟那个。福德这个数就不一样，我上一任的那个市长哦，朗朗上口说每个星期六要配合我们那个市民放假，路边停止收费，这样这一件事情啊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
我们的市长，请问是不是这个建筑这个砂纸是用台湾的，是用大陆的这个海砂屋这一类的？我一想起来，这个大陆这个海砂屋是不行的呀、啊，现在已经裸露出来的事情很频繁了。我就报告这两件事情，谢谢了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许明荣，是许明。市长，他们要我发言可以吗？不行。啊？问主持人啊。你不要登记一大堆人啊。你不是主持人，你做红刀就好。当你做起定好不好？啊，你当你做起定。大家都知道了。没关系，当你做起定。那个市长，尊重你，各位。我们那个特别代替大发言。蔡局长，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把所有的登记发言都发言完再发言？好。那许先生许明，抱歉，这个字我实在是看不太出来。没有，是不是？两个，十三跟十四。十三跟十四是不是？吴月荣跟许明，这个字我实在看不出来。那很抱歉，里长，因为这个，我想我们尊重登记发言的顺序，抱歉，这个到最后再发言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是黄明辉黄先生。市长还有局长，我现在只提两个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的话是，现在我们的公仔是要建2850是吗？如果是2850，60%是一人房，20%的话是两人房，10%的话是三人房，总共的人数是，我刚刚算了一下。总共的人数是3640人，已经比我们大人以现有人数都还要多。那请问一下，那多出一个里的人数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交通各方面的生活条件是否应该改善呢？第二个，在整个空间公园里面，我希望是一整块的公园，而不是把零零星星加起来跟原来的一样。那好像也不符合我们生活在这里人的生活品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郑延玉，应该是郑小姐。市长、局长好，我的诉求是保留原来的那个公园。我们大那个广慈公园，每天清晨从清晨到黄昏到晚上都有。相当多的居民在公园运动，早上5:30有五行操，6:00有太极拳，6:30有延吉舞，7:00有赞美操，7:20有拉筋操，之后还有下棋、亲子推轮椅、居民健走等，很多人在这个广慈公园运动。我们是要完整的公园，请市长可派人到公园来参观，在地居民需要这样的很美丽的公园。绿带不等于公园，请保留原有公园，这是我的诉求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位张新才张先生，他离开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先以上的部分，请台上长官回应。